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香洲区人大代表张双晨。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红打卡地——香洲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龙谷大道。你想不想知道我们乡人的饭碗到底担得牢不牢？请来龙谷大道。你想不想看看港澳特首吃的蔬菜长得什么样吗？请来龙谷大道。你想不想亲眼目睹向阳的备用水源地在哪儿吗？请来龙谷大道。